真倒霉，我说我回去吧，你不干，偏要我来。哎呀，行了，你都说了好多遍了，早晚都会碰到的。我不是担心吗？那今后我该怎么办啊？他非把我开了不可。我太了解我的对手了，郭玲啊，聪明就在这儿，他绝对不会把你开除了。哎，刘东啊，我听说南华肾宝的配方啊，就放在郭玲的办公室里，你抓紧时间啊，把配方拿出来，以后啊，就别在南华干了啊。他的办公室很难进去的，保安的手里倒是有一套钥匙，我试试吧。星期没回家了，你把公安局当家了？你还拿我当老婆吗？小点声，我不在单位加班吗？单位怎么了？平时三五天不回来，你还知道打个电话？这回可好，你连个电话都没有。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？我还以为你……现在我跟寡妇有什么区别？慧玲，我最近特别忙，要忙的事特别多。忙，忙得连个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，是吧？早知道这样，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？你尽过做一个丈夫的责任吗？你尽过做一个男人的责任吗？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想跟你生个孩子。哎，你们在这儿说什么呢？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是跟我没关系，但刚才我好像听见你说什么孩子。我想跟他生个孩子。哦哦，你听我说，生孩子固然重要，但是名分比生孩子更重要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保险公司的。保险公司？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。哎，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怎么了？我和刘建平同志现在在一起工作，即使刘建平同志有什么作风问题，你也不能在这儿说呀，影响多不好。我看你们应该下班以后找个地方，至于是想先生孩子后结婚，还是想先结婚后生孩子，可以慢慢商量嘛，对吧，老刘？没人听你胡说八道。你到底跟不跟我去医院检查？好，刘建平，你等着。慧玲。哎，老刘，人家都有了，你还这样，你不能这样无动于衷啊。哎呀，她是我老婆。刘队长，你找我？你是？我是花爱小区郭玲的邻居。哦，老孙啊，今天请你来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家被盗的情况。当时我们家没丢什么东西，我回家的时候，那男的从我们家出来，我媳妇正在洗澡，还给我洗过几条毛巾。那他长什么样？那男的个儿都跟我差不多，戴着帽子，头发长长的，挺帅的一个小伙子。哎，你们家投保了吗？啊？这就准备回去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刚才听见五楼上面有什么声音，不知道什么回事，你去看看吧。哦，我只负责四楼还有总经理办公室，我要是上了五楼，四楼出了什么问题我担当不起啊。哦，那要是
五楼有什么问题，有人从五楼窗户爬到四楼办公室，那你就能担当得起啊。可能也是我听错了，没事儿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柳东最近有什么异常表现吗？还没发现什么。注意点吧，现在是竞标的非常时期。好。
就这么拿走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不喜欢你跟我斤斤计较。把手拿开。我一直就没有亏待过你，别惹我生气啊。数据线呢？没了，啊，这不是配方吗？这是配方，比例表呢？什么比例表啊？我给你打个比方吧，比如说做菜要放各种各样的调料，那么做不一样的菜就要放不一样的调料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配方。那么这个调料你要放多少，这个比例非常关键，多了少了都不行。这就叫比例表，懂了吗？拿过来吧。拿什么呀？我说过不会亏待你的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相信我是吧？为你这事儿，我冒多大的风险，我差点被人发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别嚷嚷了，我爸都睡了。我又不懂。行了行了，别生气了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配方要是没有比例表啊，就是废纸一张，没用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呀，抓紧时间趁热打铁，再去一次，好不好？我把命都给豁出去了，你还让我再去？做梦！郭总，坐。刘东，最近怎么样？挺辛苦的吧？还行吧，辛苦也是应该的。郭总对我们那么好。我对你好吗？挺好的呀。挺好的。不好吧？我对你挺好的，你干嘛要跟李小军绑在一起呢？我是市局的，抓紧郭总。我们总经理在四楼最后一间。谢谢。有个警察上四楼了。跟您这样精明的人在一起，我那两下子哪招架得住啊？我实话跟您说吧，和李小军在一起，我就是为了钱。你也知道，我只是一个外联部主任，手里只有一些客户的资料。而李小军他想要的是南华的 HRD 的项目的标书，这么核心的机密，他要是问我，我哪知道啊？就这些吗？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跟李小军的关系，只是我也没办法提醒你，毕竟你也是南华厂的老人手了。但是我想不明白的是，你为什么昨天晚上偷偷的进我的办公室呢？我没有啊。你没进我的办公室吗？我怎么会到你的办公室呢？我昨天在……这里用的是什么药？你这是什么行为？就凭这个，我就可以把你送进去？郭总，我马上辞职。
四肢就没事了吗？对，请坐。好。郭总也喜欢玩华容道？非常喜欢。那您走出华容道大概多少步啊？如果是近在咫尺布局的话，最高可以走74步。啊，我不行，我大概也就是100步左右吧。哦，那不错。刘队今天来想问什么？刘成仁是南华厂的司机，他应该对厂里边很熟悉。可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炸11号仓库，而偏偏不选择价值最高的7号仓库呢？刘队的意思啊，郭总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他把11号仓库炸了，你们将得到2000万元的保险金，而这个保险金又与实际的价值不符。那他不是帮了你们吗？刘队这么说，那肯定是做过调查了。这样我就实话实说，我们11号仓库呢是生产车间的后备仓库。后来我做过了解，这是生产车间的一个部门经理跟保险公司个别人员之间有猫腻。后来我考虑到他也是为了本部门着想，我就没有追究。这个你也知道，国企很难搞的。啊，这个能理解。郭总，我能不能冒昧的做个假设？请假设。您来一根。不会抽。刘成仁爆炸案是你一手操纵的，这个想法有点意思，接着说。我刚才说的已经很明白了，如果这个爆炸案成功的话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南华制药，或者说是你郭总本人。你的妻子方华和刘成仁之间的事情，其实早在你的预料之中。与其说方华是自杀的，倒不如说方华跟刘成仁一样，是你的一个棋子，一个道具。刘队，首先我觉得这个假设非常大胆，非常有想象力，我也非常佩服。只是有一点，不要把我的妻子方华分析进去。对一个死去的人，我们要有起码的尊重。郭总，你别介意，我刚才说了，这只是我一个假设，并没有什么证据。就像这个华容道游戏一样，明明知道结局是什么，就是走不出来。那是因为刘队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走，很有局限性，很片面。谢谢郭总的提醒。郭总，那个小偷又去过你们家吧？那个小偷，我刚开始也以为是这样，可后来我觉得不是，我怕扰警，就没有惊动你们，只是派了个保安过去看了一下。可是我觉得他肯定进去过。可是我们家的确没丢东西，那他进去干嘛？去散步去了？去玩去了？郭总，丢没丢东西你心里边比我清楚。没丢。啊，没丢就好。哎，对了，郭总，你们厂里边以前有一个会计叫熊昌全的。有。他当时是被你们厂里边辞退的？不对，他是自己辞职的。哦，为什么呀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那郭总知不知道他辞职之后就死了，是自杀？这个跟你的这些假设有关系吗？
喂，啊，老蒋，啊，打球啊？行啊，那下班好吧？嗯，好，老地方啊，好，这样哎。好，霍总，那您先忙着，以后少不了什么事儿再来麻烦您。啊，尽管来。刘队，你是我见过的一位非常特殊的警察。谢谢，再见。再见。你们那个刘建平怎么回事啊？挺有意思的，前两天到我家去，非说我们家丢东西了。那整个一个犟驴，狂妄自大。啊，对了，我已经把他调到经侦科去了，局里那么多的案子他不破，就盯上那么一两个，破了是他的功劳。那么多的案子破不了，压力大呀。我太了解他了。那你就不了解我吗？彪子，你认识柳东的妹妹柳夏吗？那个是个大美女。李小军，我可是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动我妹妹，我可饶不了你们。胡林啊，你说这个贾局长他到底是……现在我还真不清楚他是哪条道上的。哎，那那个柳东就这么放过他了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只是有点担心他那天晚上在我这儿会不会发现什么。我会时刻关注他的。Thank you.
爸，您还没睡呢。老了，睡不了那么多觉了。爸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哪儿老了？儿子还指望着您多教诲呢。又出事了吧？说吧，什么事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我安插在郭林身边一条线断了，那是我下了功夫培养的，有点可惜。柳东，你看看你，啊，哪件事情不是让我替你操心呢？啊，爸，这事儿啊还真有点棘手。我想拿郭林的肾宝配方，但是柳东拿了配方，但没有比例表，没有比例表的配方就是张废纸，哪怕我配出来也得很长时间。柳东又被郭林开除了，那就非柳东不可，别人不行。干嘛呢？啊，我在厨房做饭呢，切西红柿呢。啊，你听见敲门声我就来了。哦，吓我一跳。哎，小军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不用上班啊？啊，今儿不上班。啊。哎呦，什么这么香呢？哟，做这么多菜啊。要不中午你就在这一起吃吧。嗯，好。哎呀，这火腿我最爱吃了。柳夏，嗯，你出国的事儿我帮你打听了，包在我身上。真的？太棒了，谢谢你姐夫。什么？姐夫？对啊。我可没跟你姐结婚啊。那你也不能朝三暮四呀。柳夏，嗯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？嗯，像金城武那样的吧。帅哥型的。也不全是。护士小姐，请问牙科在哪儿呢？哦，你从这块走下去，向左拐，二楼就是牙科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敲门你怎么不开啊？我在厨房剁肉呢，没听见。嗯，你们俩在房间里干什么？没干嘛呀。姐，李小军，我跟你说过了，你别再打。
打我妹妹主意。柳夏已经跟你说了，我们什么都没干。姐，你干嘛呀？不用你们管。姐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说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跟小军哥之间什么都没有。姐，你听我说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小军哥就是来给我送几本法语书。哎，姐，姐，你去哪儿啊？小云，小云，你给我出来！我问你，这内衣你怎么洗的？我是用洗衣机洗的。你跟我作对是吧？你故意跟我作对是吧？姐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小云，没事吧？姐，你太过分了！刘东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跟个泼妇似的，一点人情味都不讲？小云是个乡下孩子，她不懂的地方你可以教她。你凭什么打人你啊？亏你还是个大企业的高管。好，你们都护着她是吧？我连一个乡下的小姑娘都不如。滚！你给我滚！姐，你干什么呀你？都干什么？你疯了你！你不走是吧？你不走！动！你干嘛？你疯了你！滚！小云，小云，你别走。失望，别叫我姐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。李小军今天给你送书，你明天把你自己送给他，是不是？我最恨你这样的读书人，假斯文。李东，我跟你什么关系，你自己最清楚。你图什么，你心里最明白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还没什么，我就是爱上了李夏。跟你也没任何关系。好，太好了！你们全都骗我，你们全骗我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这衣服呀，放到洗衣机里的时候，把口袋里套一套。男人怎么就这么窝囊呀？呀，哎呦，这内裤不能和衣服搅在一块儿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要再这样呀，我就把你塞到洗衣机里。哼！哎，不认识我了？你怎么找到我家来了？上回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专门来道歉的。哎，道歉就免了啊，以后别人家的事儿少掺和，知道吗？谁呀，建平？哎，嫂子，是你呀、啊？保险公司还管夫妻间作风问题？我这人平时说话就是心直口快，得罪了人自己也不知道，还希望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哦，我这回来给你们带了几份保险。保险？嗯，需要的话给我支一声就行。哎哎哎！你到我们家干嘛来了？推销保险来了？建平，我正想给他买上两份保险呢。他从事的是危险行业，买份保险也是应该的。怎么说？我们这个有12大项，嗯，挺不错的，新推出的项目。我给建平买哪种保险啊？我也走。姐，你别走，姐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姐，你听我说，姐。你想的那样，姐，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。姐，等，你听我说，你等会儿，你听我说，姐，姐，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听我说，我可以解释，姐，姐，你听我说呀，你。哎呦，累死我了。小南姑娘不错，人挺实诚的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你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又来了？
你这人呀，就是太能。你能不能不把自己当根葱啊？就你这臭脾气，当不了什么官儿。哼，我还就跟你说，我这辈子还就没想当官。谁呀？这么晚了。啊，行了，我来了啊。明霞，刘队，哎，这儿，刘队，来，里边坐，里边坐，睡了，哎，没事，来，里边坐，哎，不了，不了，这是刘成仁的，里边有些东西挺费脑子的，你来看看。你给我干什么？我现在在经侦科，你这忙我帮不了。刘队，我还不了解你啊，啊，你就别客气，给研究研究吧。明霞。我现在是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你这忙，恐这里边啊，有个叫木腿猪的故事，写的挺有意思。可是我又闹不懂，我想刘成仁啊，绝对不是闹着玩的。你就给研究研究啊。木腿猪？啊，是明祥呀。哎呀，嫂子，怎么又有案子了？不是。是以前的案子，有点问题，我来请教一下建平。那进屋坐呗。不了不了，哎，建平，那我们走了啊，哎，打搅了，嫂子再见啊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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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行行行，哎，再见啊，您慢走啊，再见。文成的牺牲在建平心里是个结，再说了，他刑警队调到金侦科，谁会有意见？他要是不想管啊，就不会接那本子。听没听？彪哥，要不要跟上去？昨天晚上，美国市场传来消息说，咱们的肾宝到目前为止已经占有一半的市场份额，下一步是不是要加大投入？好，一鼓作气，不要给李小金喘息的机会。东森那边据说在研究什么新的配方，看来是想扳回一局。一旦有什么成果的话，我担心。柳东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我已经定了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南华肾宝一夜之间就夺走了我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。李总，您不知道，他们的人和美国人谈判的时候，耍了手段。耍手段？那你们这干嘛不耍手段呢？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把我丢掉的市场份额给我夺回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啊！哎，等会儿，你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一切顺利，您放心吧。嗯，走吧。
喂，孙教授吗？您好啊，我是李小军。你好，你好。配方的事儿就拜托您了。您什么时候来蓝海啊？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到时候我派人去接您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再见啊！哎，喂，刘东啊，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哎，好的，再见。哎，开元宾馆，房间号，好，进去吧，我走了。